嘴比你拽得轻，见你你会当一轮回为我，我是这高顺一个查甫仔，拜托别过头当教我声，你倒请爷爷坐车驶你到老家，做你的孙子带你四界行，来吃西餐厅也是路边摊，只要你发笑讲我来人，虽然当心来马祖只有你一个，不要来小想得到你的打底，只要你的心不比我就会，我对你的你看咱吼，舞台上的阿嬷吼，安尼金闪闪、水当当吼，啊，今仔日充满活力，就笑脸的吼。啊，所以吼，咱看阿嬷来到家，虽然咱这团吼，不是叫做潜水团啦吼，但是刚看嘛，清肺大会啦。咱年纪最大的是高十岁阿嬷哦，哦，所以吼，今仔中华戏就赞嘞，而且现在人那个情调吼，特别是红包给阿嬷哦，啊，给阿嬷翕相安尼哈。首先呢，介绍那个罗鼎成议员，很多华虾嘛，就赞呢哈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的陈慧文议员，谢谢，以及陈翠兰议员，欢迎欢迎。那个张汉忠议员，大家好，谢谢。那个呢，李雅静议员服务团队林秘书，欢迎欢迎。苏延成议员服务团队，我们的苏特助，谢谢谢谢。那么李嘉的马刚霞兰统刷魂九烂的分局长赵瑞华分局长，谢谢谢谢，辛苦辛苦。那么一局长，谢谢局长，以及我们的钱尔敏分局长，谢谢。还有我们阳光处，阿郎陈吉成市长，他也在立法院哈，我们代发立法委员哈林委员，啊在市议会，哎还有我们刘世芳服务的团队。啊！你今人，今天是咱五权南路的开辟工程的通车典礼。啊，以五权南路哈，这个开辟工程哈，是咱凤山绿都新六个子计划其中的一个计划。刚才走了，刚才才走。整个咱凤山绿都新，
整个就是咱要改造哈，我们是以人为本，以透视的景观为原则，所以咱以规划设计的思考当中啊，这个过程吼，咱个咧想讲吼，咱个运动场的看台吼，啊个咱无必要的围墙，以及咱个看咧吼，围墙顶面阁有一挂铁线网啊吼，看咧怪怪吼，啊这边要怎来个处理啦？啊，我想讲，互咱个市民朋友吼，会当伊只知影吼，咱啊讲以这个规划的规划设计过程当中吼，咱要展展现吼。就是讲，咱整个改造后的园区是一个透视的景观。这会当讲改造了啊，规个整体咱凤山绿都心哦，这有十一公顷。啊，这啊整体改造了吼，当然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而且吼，利用这个机会吼，那甲咱个市民朋友做一个报告吼，咱凤山绿都心这六个计划，这六项的分项计划，第一项。就是大家知影，励志街哈，沿着励志街，咱有一个凤山那个超工郡，一个清水道啦哈，啊，这一定以水利局一定完成啊。那第二个分项的子计划是在励志街的打通，啊，励志街哈，大家知影，咱为体育路向西哦，跑通到五权南路家，啊，这咱以去年的八月啊，一定完工啊。第三个子计划就是咱进这一家啦，吼，五权南路咱为励志街向南一定拍通到咱的光华路，哦，这是我们第三项的子计划。那第四项的子计划是我们跟公务局、跟社会局来合作，就是我们早疗中心的迁移。啊，咱要刷一忠孝国小，啊，咱进你忠孝国小家，咱会给用一个更加舒适的。好，让个小朋友吼过遐有更优良的学习环境。而且咧，前过遐，我们预计在今年的五月要来完成。啊，咱有那投资要到2900多万的哦。那第五个计划就是园区的改造。那这个园区的改造，就是大家咧看到吼，看咱体育场的看台吼，一定处理一半，哦，一定处理一半。你安尼吼，现出是你个看起来吼。尤其是咱较东平遐透天厝的厝主吼，个人遐咧欢喜啊！他们讲啊，拍一盘了吼，大家感觉迄个透视的景观一定无同款啦。但是只吼规个吼，以北平这个看台，还是会全部打掉，哦，还是会全部打掉。所以讲吼，以这个咱第四项，第五项的子计划吼，咱投资超的9800万。啊，我们上次在过年前来这边跟市长报告过。年底务必要完成，哦，咱今年的年底也来完成。那第六项的子计划，就是我们要跟教育局来合作。大概以咱这个哈，咱这个园区哈，大概拢是叫做凤山体育园区。当然，咱内底有体育馆，内底边啊哈，它这边个有一个游泳池。啊，可以咱这边哈，左前方这边搁一个羽毛球馆。啊，这边哦，多来会做一个改造。另外吼，以咱 tennis court 的南边，也是咱未来溜冰场的东北侧，加我们也搁做一个多元性的服务中心。啊，这个钱吼，啊，目前哦，咱教育局这边吼，啊，积极在跟中央来做一个争取。哦，这是我们第六项的子计划。所以整个园区，你刚那个看看，这几个子计划的加起来吼，有那投资要到4亿的，哦，投资要到4亿的。啊，今仔日咱以遮五权南路为励志街来到光华路，大家咧看吼，两边的跨度，都市计划编定的宽度是20公尺，长度差不多有250公尺，而且吼，啊，投资要有3500几万呐。我会记你讲，以迄个去年的八月初来动工的时阵，啊，咱带拄着大雨，啊，佮拄着咱40冬来上大的台风。莫兰蒂台风，佮接袂佮拄着美姿台风，哦，迄阵你啊讲有来现场咧看，啊，咧时间前你来看吼，吼，规个泥泞不堪呐，其实你佮惊袂你袂。啊，讲实在，阮也爱感谢天公伯啊啦，伊接袂吼，咱个天后就转好了，所以讲吼，伊10月之后，啊，咱个新工处的施工团队家吼，
真正吼拼到大粒干、细粒干。哦，而且吼，咱新工处的团队吼，也要在这边给他表示一下感谢啦。所以也如其如此啦，也如其如此吼，在我们的年底也完工啦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吼，伊才开来当办通车的典礼啦。啊，他们讲吼，咱这条开票了，啊，咱以我很主席讲的这个德平这个复兴街，就要回归到我们凤山绿都心里面的一部分的原地。意思就是讲，咱隔壁这条和平街无啊，哦，就无啊。啊，咱这条五权南路开辟了，不管讲以交通的方便，不管讲以交通的安全，啊，是讲整个区域的发展，坦白讲都是很正面的。最后，以及祝大家做代志拢会顺遂，啊个顺心，谢谢各位。谢谢局长，谢谢。啊，很多啊吼，我那有看到咱真正正港的联谊会主席来到这，来点名感谢我们的里长联谊会主席刘启芳主席，谢谢主席，谢谢。恭喜朱县长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那么我想就对跟咱做介绍了啊，咱即马就欢喜看到咱的市长呢，亲自来到这，跟咱主席拍拍手，好，咱的市长，谢谢市长亲自来主持我们的通车典礼，非常的感谢市长。多谢，恭喜咱凤山地区所有时代乡亲，今仔日会使讲咱凤山绿都心。啊，这条真重要，五权南路道路开辟完工的工程，首先一定要先加咱公务团队，咱的赵建桥赵局长所领导咱的公务的团队吼，大家安尼做甲大粒官、细粒官，无眠无日，安尼拼出来，我们先给他一个掌声，啊，表示咱凤山的努力。大家足个感谢，努力，大家辛苦。啊，今仔日嘛安尼，看到咱凤山妇孺遮济人，大家共同来参与。啊，首先咱足感谢咱林黛华林立伟，啊，过来咱的刘世峰立伟的团队，啊，管碧林立伟的团队，赵天颖立伟的团队，啊，对，都是较低度。啊，因为今仔日咱的基本有一个竹田市的市长。啊，市长啊来拜市政府拜访，啊，所以讲时间小可拖沙，啊，所以讲小可迟到，啊，甲大家讲足实的。啊，今仔日我感觉讲凤山区五权南路道路开辟，啊，这个部分是咱的拄则，咱的迄个局长有甲大家报告，讲这是咱凤山绿都心，和咱的凤山古城区。要搁再发展的计划，啊，这个计划实在是足大的计划，啊，这个计划绝对爱伫这今年、明年，伫我的任期结束以前，一定爱完成。啊，所以讲这所有的工程，即摆拢伫加速，啊，即摆拢伫处理中。这个过程，啊，咱嘛不断有甲机会、甲机缘沟通，啊，甲咱的基层、咱的里长沟通。哦，有当时，咱若要改革，哦，啊，有要改变，哦，啊，咱有当时，咱的民间，啊，咱的基层，咱的市民朋友，啊，有也有无相款的意见，啊，阮一直甲伊保证，讲这个计划实在太大的计划，这个计划会当成功，咱凤山绝对是街头画面完全拢无共款，所以讲我伫遮爱足感谢。啊，咱议会到尾啊有支持，哦，啊，咱的所有基层里长啊，大家人甲咱赞声，所以讲实在是讲足感谢。这个规个凤山绿都心，这个体育园区，拢总十一公顷，吼、哦，这是足大，啊，这我想拄只迄个计划，啊，局长已经有甲大家报告，吼、哦，我相信真紧，咱大家人会看到凤山。这个所在甲过去完全拢无共款，啊，今仔日这条路吼，拍通伫荔枝街拍通甲光华路，啊，差不多250公尺，啊，差不多诶，跨度20公尺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想伊经费是3530万外，
今仔日通车吼，实在拄则局长有甲大家讲，咱经过去年的风灾啦吼，安尼足侪辛苦的过程，好佳哉安尼真，到尾也真顺利，甲大家讲足感谢。咱嘛是要求讲咱未来，咱通车了后吼，咱的凤山地区整体发展，过来咱规个即个立足心整体改变。迄个体育园区，甲迄个即摆恁看袂到，迄个所在也是讲，甲因讲掉，你会感觉拢总无共款，迄个视野环境拢无共款，就请大家较有耐心者，搁一时啊，咱若完成，你就会当看到实在是拢无共款。咱市政府投入咱凤山地区太济。我想咱的凤青湿地重化，这个东厝道路迄个开辟的工程，凤城路拓宽的工程，陂北路道路拓宽的工程，三城路迄个西平迄个都市计划道路开辟的工程，五甲三路164项打通的工程，过来福城一街拓宽的工程。北龙街95项开辟，过来就是凤山文人街拍通，这拢总都19条。即摆有当时咱的议员议会嘛是讲，到底要搁拍通？是市政府拍通，过去无拍通这工程，为着安全的理由，即摆都投入去32亿，这都32亿，但是咱未来。凤山地区变作是咱高雄未来人口上多，我相信嘛发展上好的一个地区。咱市政府未来一定会继续伫凤山地区投入去搁较侪资源。凤山即摆公园上多，吼人口上多，艺文中心即款的拢总是上好。上安全的所在，所以我相信咱凤山未来一定是大大的发展。所以今仔日足感谢今仔咱遮济诶，咱的立委、议员啊，甲基层里长，共同咱来拢来见证，着咱今仔日通车的典礼，同齐来看到咱凤山区交通的建设，要感谢所有的市民朋友。也希望新年头旧年尾，伫遮祝咱逐个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鸡年大发展。伫遮甲大家讲，多来多谢，感谢大家，多谢。谢谢大家。来，哇，我快一二三，等下市长好，来一二三，市长好，让我们爱情电文。亲自莅临，那么我想今仔日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。好，那各位就来咧，阿你家吼，哇，唱唱跳跳，大家吼，表达说我们今天通车典礼对咱凤山区来讲，是一个吼，就重要代志，吼，是我们地方上的大喜事哦。各位几个朋友想回来来签名，欢迎我们的市长花花市长，谢谢市长今天亲自莅临，谢谢。那么刚才有真多贵宾吼，搁咱真多乡亲拢来到遮，所以来给咱参会，大家拢超欢喜的吼，因为看到市长来吼，搁愈欢喜吼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那么媒体朋友们，大家也辛苦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